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的钱包。你被最爱的人欺骗过吗？还给我。我怎么不记得我们拍过这张照片？他是谁？嗯，以前的一个朋友。所以你接近我是因为我长得像他是吗？终于让我们堵到你了。嗯，你他妈不是很拽吗？废物。我操，快走。在我昏暗无光的18岁，你还好吧？我遇到了一个人。多管闲事。谁啊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他好像对我很执着，总想着拯救我。你有病啊！你能不能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了？我不想你变成这样。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你看你这是什么样子？难怪你爸说你是个累赘，当初还不给你撞死算了。我不是累赘。他爱哭，有承认是我。你哭什么？他就像照进我心里的一束阳光，给了我18年来从未有过的温暖。可这一切都是假的。所以你费尽心思改变我，只是想让我更像他？不是。病人头部受到剧烈撞击，可能会忘记很多事情，性格也可能发生改变，做好心理准备。就算你忘了我，我也不会放弃的。谁啊？你能不能不要跟他们混在一起了？就是这样，我不想你变成这样。被骂的是我，你哭是什么？一直都是你，没有别人，从来都是你。